本次视频将为您介绍 Spark 手势拍照功能。距离飞行器7米以内，双臂抬高并靠近人脸做出拍照手势。识别成功后，前臂灯将红灯慢闪开始倒计时3秒。此时请您放下手臂开始准备拍照。错误的拍照手势或做手势时双臂未抬高，可能导致自拍失败。感谢您的观看。